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别人还怎么指望你啊？傻瓜，会着凉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又跑哪玩去了？搞得这么脏。走，我帮你洗一下。哎呦，你都熬了一个晚上了，那么辛苦，我帮他洗吧。舒服吗？对猫都那么温柔，对我肯定更温柔吧。哎，突然有点嫉妒自己呢，哼。说说看，陈果果为什么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？不同时空的人，当然没法彼此看见了。怎么说？陈果果知道沈淼连续加班熬夜，而且还认识离家好几天的猫，证明他在沈淼家已经待了一阵子了。但是沈淼却对他没有任何回应，尤其是给猫洗澡那会儿，他一直在跟猫说话。正常情况下，男朋友这样他早该炸毛了，但陈果果没有，证明他知道沈淼看不见他。那跟不同时空又有什么联系呢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陈果果真是沈淼的女朋友吗？沈淼只爱陈果果。可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，他在嫉妒他自己。电脑屏保里的陈果果就是他所嫉妒的对象，你故意混淆了时空概念，让我以为一出场的陈果果就是那个被沈淼爱了4年的人。没有戒指的陈果果来自于4年前。那时候他刚过完20岁生日，不久就收到了暗恋者的书签。陈果果好奇赴约后，才会认识当年的沈淼。然而一次意外，陈果果在收到书签的当天，突然来临了4年后。奇怪，我刚才明明在公园，怎么就到这儿了？你是谁？干嘛带我来这里？我在跟你说话。
可可，你要是在就好了。难道卡片上说的人是你？哎，赵吉洛啊，来了啊，走吧。陈果果。你能看到我？我不仅能看到你，我还知道你是从四年前来的。四年前？嗯，我们猫的眼睛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而你身上有我熟悉的味道，那是因为我也认识陈果果。他还没出事的半年前，都是他经常在小区照顾我的。因为这个特殊的联系，这里只有我能看见你。出事儿？我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时空。你知道怎么回去吗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另一个时空，这里肯定有需要你去做的事。难道是因为那个男生？他给我留的书签上写，永远不要答应他。那个人叫沈淼，是你未来的男朋友。那现在的陈果果，他在哪？我就当你答应嫁给我了。你要是反悔的话，就亲自摘下来告诉我，多久我都愿意等你。哎，那后来我怎么样了？你半年前患上了特殊的嗜睡症，间歇性的沉睡不醒，最初一天。后来几天，再后来沉睡的时间越来越久。那沈淼就一直这么等着。嗯。20岁的陈果果，为了找出自己为何会出现在四年后的原因，决定留在沈淼家里，想看看他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我猜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他渐渐被这个男人吸引，进而忘了这个男人从来不曾认识此时的他。可他已经不在乎了，甚至将自己带入跟沈淼相恋的陈果果，直到……我每年都会给他买最喜欢的限定蛋糕，
现在他不在，我们就吃了吧。说不定，等我们吃完了，他就回来了。这个字条是你留给我的。你是？你好。我叫沈淼。如果没约你，你就不会认识我，也不会生后来那场大病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没有认识我该多好。所以最初进入平行时空的人是沈淼，也是他拿走了20岁自己留给陈国的书签，想打破20岁的人生轨迹。莫比乌斯环，完美的空间折叠。所以，4年后的沈淼想要回到4年前，想改变两个人的人生轨迹。按照原来的生活轨道，陈果果在收到书签的第二天就去赴约了，而沈淼为了改变他们的结缘，便藏起了自己的书签。他们结缘的结果就是，陈果果未来像植物人一样躺在病房里。可他就那么确定陈果果会斩断两个人的缘分吗？他相信可以。那陈果果是怎么选的？陈果果当然要回去，不过同时他也面临着一个选择。你是说，只要我碰到现在的自己，我就能回去是吗？是。那他呢？沈淼的用意很明确，希望你斩断彼此的缘分，不要再遇见他了。如果我想避开厄运，就会失去他。可如果我想再遇见他，就会重蹈覆辙。是这样吗？可这世上如果真的有缘分一说，又岂是说断就断的呢？
我真的很羡慕未来的自己，曾经遇到过他。果果，捉迷藏了这么久，我们还是遇到了。只可惜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对不起。我来这不是为了听你道歉的。神庙，你真的不后悔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在。有些时候虽然看不见，但还是感受得到。有些时候感觉是不会出错的。我知道你来了，我才会故意装作不知道。我要带你来到病床看看他，只有这样你才能下定决心不再与我结缘。可我们还是相遇了呀，甚至我还有点喜欢你。那就请忘了我吧。我喜欢的向来都不是现在的你。跟你说个秘密，其实我很讨厌织田实的。后来之所以会喜欢，可能是你改变了他。你真的不想再见到我了吗？我找到答案了。我想见你，可是对不起，我们不能再见。我究竟有没有斩断二人的缘分啊？他不是也喜欢上了后来的神淼吗？还有，他们俩手上怎么会也有红线啊？你干嘛？送你回去睡觉。难不成我们两个要在这里凑合一晚上？你耍赖啊你！为什么老以这样的方式打断我的问题？哪种方式？放我下来！反正你还欠我一个答案。红线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结缘，他们在不同时空相遇，可以理解为是空间折叠，也可以说是红线牵引。只要他们互相生了放弃的念头，那么天大的缘分也会烟消云散。不过我想陈果果应该还会再愿意见到神淼吧。如果你是神淼，也希望不要在一起吗？那样对他们都好。
再也不见也愿意。我说了那么久的故事，你还是不懂我的用意吗？你担心我和你在一起会受苦，可我不在乎呀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？什么？沈淼和陈果果的结局我没有办法回答你，但是现在我想说关于我们的事儿。什么？既然是命定之人，又何惧区区红线？我知道红线一直在你身上，虽然我看不见，所以一直觉得是假的。前两天你的身体出现很大问题，我就在想，是不是红线在作祟？你没必要背负这些。可你现在过得很好，我不忍心。你是担心，红线一旦解除，我们的缘分也会消失吗？还是说，担心坏运气又会找上我？都有。没有必要去做谁的神，我们只要做普普通通的人就好了。在遇见你之前，不称心的事儿只多不少，你看现在我不还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？无言，你辛苦了，以后无论多么麻烦的事儿，我们一起承担。可是我不知道红线要怎么解除。红线代表结缘，我们的缘又是从何处开始的呢？你是说七日之约？结缘之人代表定下契约，当初你没有带走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大大方方的撕毁它吧。合同给我拿过来，我要亲自盖章。脸红了嘛？怎么这么可爱呀？我看见红线了，希望红线解除后一切如初。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跟霸总扯上什么关系。七日之约结束后，我是不是可以期待点别的？
梦里更漂亮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吧？有没有碰到哪儿？没事，我就是腿麻了。我说的是地毯，很贵的。哎，道代，你刚才说谁漂亮？说你。他又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你说我漂亮。”谁说你？哎，你嘴巴这么甜，要不我也奖励你一个小鱼干？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小鱼干我还是不跟班抢了，不如换个教练，比如赏个约会。准则，去猫咖。喵喵喵喵喵喵！哎呀，喵！喵！你看你那表情，人家不知道的以为我们是黑店虐猫的呢。你的表情，笑一下。喵！不要！这哪是虐猫啊，这是虐人，虐我！哎，直接飙升，哎，以后我们店的生意就靠你和你小助理喽。就让他留在这儿吧，小助理就不需要回来伺候了。害羞了，哎。当当当！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调制的咖啡，肯定比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喝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还缺点什么？缺什么？女巫。哼，女巫装可是要加钱的。一万。主人，请稍后，小的去去就回。哼，还真是个小财迷。你说这咖啡。糟了。再为我梳一次辫子吧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从零开始。
给我一年时间，一年之后我就回来找你。誓言也脱掉了。